理完，基本上我找不到是哪是哪，所以这部分的活都是我在干。感觉瞬间有种被掏空的感觉。收拾的我都直冒汗，我天，这也挺累的。我先把这个袋子里边，我准备放把连衣裙儿，就是夏天的薄的连衣裙儿都放在这个袋子里，先把底下的平台做好，然后再放上面。收拾出来一条这个裙子，这还是我妈去那个海南的时候，然后给我买回来的呢，也是偏民族风的，感觉美。女生就是每天都说要今儿穿什么呀，没衣服穿。其实一收拾的时候，感觉好多衣服啊都忘了，真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件也是我妈给我买的，有点就是这块有点小盘扣，就是也有点旗袍的感觉吧，然后跟一幅油画似的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还一次没穿过呢。看看，这是北京章的西服，但是我遇见她之后都没见过她穿过西服，但是一直有这么一套，有几套？有两套，什么来着？哎，不是两套。三套都是他的，可能有场合的时候穿着，然后每一套他都自己配了白衬衫。平时见惯了他穿那个大背心大裤衩的时候，你要见着他穿西服，肯定有点不太